大家好，我是艺术家谭静，这个是我的六十年。海洋学家Leonora Carrington 的 painting， 一直都很喜欢。我想请 Zendaya， 我很喜欢 Zendaya， 是啊。还是深水埗，内心有耐性地去聆听彼此，一种食物的酸辣味，有冬阴功汤的味道。我妈咪很喜欢买太多的 eyeshadow， 肠粉，广东肠粉。今次我可能会拣手机。这个是我的60秒，多谢收看。